2024乳癌案例更新，修剪烂肉。你是不是刚开始也一直流组织液？我只是一睡觉起来就整片衣服都湿的啊。你看，我完全一样，那就我说的是对。你的剪刀，好好好，就是一定要，你有看我的影片哦？有。我说一定要随时随地吹，二十四小时吹。我那时候人很没有力气哈，饭都吃不下。看了你的影片，我把它剪掉，才知道说我是重症，一爆开就是重症，爆开就是重病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很危险。我才知道说我是重症，一定要吹，一定要吹热源要进去。第一是热源，吹了以后我的他有调整，他有调整。不是他我讲的他都会听进去，而且照做了。哦，有些患者我讲怎么讲都听不进去，因为那真的是因为真的是有效啊。我看到我知道啊，但是你能做到啊，你信得过做得到啊。有些人我怎么讲他都做不一定做得到。每天都很忙哎、欸，煮浓参汤一直灌哎、欸，因为我知道你太太就是这样子，可以存活十个月，这就是喝浓参汤，我就灌那个浓参汤，所以体力就慢慢会恢复起来。不然我饭吃不下，连洗碗都没力气哎、欸，一直吹一直吹，然后喝那浓参汤这样子。他原本这边也有，他现在已经把它剪掉，也化掉了。本来也有，也有，也有，都有检查。那个师兄，师兄有帮我推开。真的没有啦，对，松软了，对，本来还是硬的，上面这边整个是硬的，有一点硬。他本来没有这么软，是硬的，他已经把它解掉了。师兄都不手软，我都哀哀叫。可是哈，我每次来回家的时候，血肉就开始一直冒出来，一直冒出来，一直冒出来。组织液一直冒。组织液嘛，就一直流。两个拳头大的。哦，血肉哦，烂肉，我说烂肉。大开关帮他按开之后，还有旁边痛的按开之后，这个血肉啊，肉就是喷出来，肉一直冒出来。我相信，这个我都野兽像冲出来一样、那种感觉。我那个两个拳头大哦。那个息肉是六个拳头大呢，男生的拳头大，两个男生拳头大，然后息肉是快要六个拳头大，我不知道这么深呢。然后又工作忙，我工作停他就消一点，工作开始又开始大起来。所以他第一次来的照片也有，有。好，这个以后比对，这个精彩，而且你自己做的太好。然后就是请他一定要随时注意组织要擦掉，他这个就是不注意组织液淋到。对，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被组织液盖到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说的，组织液流出来一定要清洗干净，表皮一定要清洗，用姜汤清洗。对，浓姜汤。你记得只要有组织液流到这里来，立刻擦。他只是隔一两个小时马上变这样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吹能够把这样吹到那么干的、他吹到 我们这是要求吹到这么干了，我要求那么多人、我第一次看到你真的信受奉行。好多亲友都跟我讲说原始点、去医院啊，你的命不要了。我就想说你不要吵我好不好，你不要吵我好不好？你继续回去把这个吹干。他现在会更好吹，因为他现在这个剪掉之后，他以后吹会更好吹。所以这个要修掉。那你回去也会比较轻松，因为剪掉之后就不会要这样。谢谢，我觉得轻松多了。有哈，剪掉这样轻松多了。你真的是我的偶像哎。没有了，还好你来遇到他们真的，然后你又自己做得到。我听到你太太的故事，我觉得真的是在救人的呢。我也是因为我太太乳癌，所以一直在研究这一方面。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也可以跟随你的脚步，也可以帮助人。好，你先好了，你光做到这样，我都很佩服你。继续努力。好，我们继续，那就这样了。好，把手这样。这边更痛。这边更痛。捏的那个地方更痛。我这边很痛哎、痛就是要揉开啊，它才会消啊。这边觉得有一点紧，有点紧哦。这样呢？紧，就是旁边
这里那个风，它就会集中在这里，就不会吹到这些地方。嗯。